非凡抢先报，电竞王子于唐先，你好，晚安。明天各位投资朋友，大家晚安。是，当然，今天盘面呢也算可圈可点啦，因为呢上下震荡差不多100点，但目前一直维持在整个平盘附近。当然，几档代表作包括了以台达电的一个涨幅，另外呢大家看到了包括台塑化啦、和泰车这三档，似乎把指数也奠定在这个比较稳健的位置。对，没有错。虽然今天台积电休息啊，但是有其他的权重股做接班了，所以维持把加权指数维持在平盘附近做整理。那当然关键我觉得是量的一个部分哦。其实目前市场都在讨论到底台股还有多少的空间哦，还可以再走高，因为毕竟从8523算，或者你单从短线六月份以来啊，台股的一个涨幅也是让大家比较所担心的。那我觉得关键在量哦，因为第一个，因为今天的预估量可能不到五日均量，大概1950亿左右哈，可能不到这个数字，所以说买气是相对有点短线上的缩手哦，所以说在指数的表现上看起来有点预振乏力，不过并没有缩了很多哈，五日线还相对有手。那重点在于说这一波我们一直强调就是外资的回补行情，好，因为我们如果单就8523以来做观察，外资是卖了大概1500多亿。那这一波加权指数反而反弹将近3000点，所以法人是被嘎空手了，这一波反而看空看坏，结果涨不停，就是因为这一波以外资的一个观点几乎都从景气面的角度出发，但是没想到全球股市这么强，因为毕竟这种是资金行情，所以说伴随着整个第二季的作战效应，我觉得外资在8523以来卖了这么多，那势必这些资金回流回补的一个不，你说压力也好，或者是他要找寻标的做回补，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买盘可以期待。因为你看六月份很清楚，外资的态度跟从这个8523以来是截然不同的。所以第一个，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一直讨论到的一些比较像是金控，或者低基期的面板，好，甚至有些刚刚谈到的这个传产里面的塑化，都是外资回补的一个标的。那第一个，我觉得既然外资回补，指数我觉得有撑，这个是必然的。那个股的一个部分，其实第一个，当然有些是强很强的，好像我们过去谈到的一些领涨的指标，好，类似像是这个台积电供应链的设备股，好像是1785的光阳科。当然，因为涨幅已高啦，好，被这个证交所做一个所谓的一个警示的一个分盘交易了。但是，即便今天是5分钟的一个分盘交易了，但是量还是很大。好，我们看这个成交量，因为过去啊，5分钟的分盘交易有时候量会缩，结果今天没有，它的量还是很大。那关键原因当然在就是上周传出来，这个台积电在它的一个企业责任报告书当中谈到的这个所谓光阳科，是它的这个靶材的供应商，也是国内首家打入台积电的一个前段制程靶材的供应商，而且是用所谓的废弃材料去做回收提供的。所以市场对光阳科的期待性就很高，因为第一个，你能拿到台积电的认证，目前像是这个 FAB 15厂已经拿到认证了，那么其他的像 FAB 12厂可能接下来的14厂都有可能陆续打入，那你能够拿到台积电的订单，那代表你的技术甚至是说未来所谓的其他的半导体厂商都有这样的资格，你去做一个供货，所以对光阳科来说算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利多。而且它本身的商品，我们之前很早以前从这个贵金属的一个涨价就谈到，像是白银、黄金做这个贵金属提炼的哦，那也有这样的所谓涨价利多的一个效应存在。所以目前来讲，这个技术面是维持的强很强。另外，台积电当然今天的股东会也谈到比较信心喊话，好，认为今年资本支出没有常常会下修，甚至对于台积电未来的发展还是给股东信心。所以这些相关的这些设备族群，尤其比较先进制程的，像是凡轩，今天这个报章新闻也比较大的一个标题报道，就是说认为在目前凡轩的在手订单呢是创下新高，而且这个订单的能见度已经看到明年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凡轩今天的股价在早盘还一度写下波段新高。那另外像是3680的嘉登，好像是从去年以来比较黑马型的这个台积电的供应链，因为我们之前谈到 EUV 的光照盒也算是比较独特性的一个供应定位，所以从去年的股价大概20-30块来到今年已经涨了10倍左右。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些能够跟台积电不管是未来的合作，甚至是赴美设厂都有可能的一个连带受惠效应的这些设备材料股，目前看起来市场上的买气还是相当强。
那最后一块，我觉得市场现在比较能反映出来的，还是在一些营收成长的个股，投资人还是可以多加关注。不管像是我觉得比较集中的啦，我觉得是在 NB 族群这一块，好像是周边的零组件等等哦。原则上，因为受惠于宅经济的效应，好，整体来说，第二季 NB 甚至到电竞的 NB 都卖得相当不错。不管你看到宏基的部分，其实五月营收也相当好，其实当中也谈到，其实最主要原因来自于有点电竞 NB 的一个出货也相当畅旺。那3017的旗宏，是来自于这个苹果的一个订单，因为苹果 NB 它也是主要的供应商之一哦。那目前随着苹果 NB 的一个销量也是相当好的情况之下，旗宏的营收啊是连续两个月创高。那游戏股的星象，五月的营收跟单月字节的税前获利也是缴出优于市场上的成绩单，所以股价看起来经过两个月整理之后，有机会再去挑战这个历史高648元，而且加上这个身家转上柜啊，也拉抬了 OTC 的高价股的比价效应，因为今天的身家已经涨了 13.5%， 又来到903块了，所以说这个同样是 OTC 的这个现象，也有被这个身家的一个所谓转上柜的蜜月行情哦有所带动，所以说我觉得资金面来看哦，台股是无虞的，只是说在极短线上或许指数它会有所谓的高档震荡，但是个股的表现我觉得目前看起来都还算是属于良性的轮动。 OK， 也非常谢谢玉堂先跟我们进行电话连线。